谢谢平安啊，晚上好。啊，谢谢苹果姐姐，谢谢。啊，李家二小姐，晚上好，晚上好啊。谢谢时尚女装，谢谢那。不好意思啊，这个。怎么说呢，这段时间让家人朋友们心里面又添了点堵啊，添了点堵。晚上好啊，家人朋友们晚上好。晚上好。谢谢秦建涵，谢谢。哎呀。等他去难过一下，没事，这个我觉得男子汉大丈夫他有这样一个过程啊，有这样一个过程。谢谢春天仙子，谢谢啊，谢谢家人朋友们。我今天开播呢，主要是想跟家人朋友们聊一聊啊，因为说老实话啊，这段时间呢，我们群里面啊，我也看了一下，我们有的家人朋友们呢。关心阿伟的，也有关心耳妹的，当然呢，也有这个怎么说呢？怎么有一些不和谐的啊，不和谐的这一些声音，就是大家，前面我讲过了啊，不管怎么样吧，毕竟啊，耳妹呢，曾经是在这个阿伟的这个生活里面啊出现了啊，说老实话啊，我感觉到是非常非常的，我到现在我还有一点蒙圈，就是说从耳妹啊跑出来啊，因为原先我说第一次来的时候我就说欢迎他啊，欢迎他到这个来工作啊，大家也知道。我的想法呢是，因为刚开始阿伟本来说想怎么样，确立关系啊什么的，我说不忙不着急，我希望给他们有这样一个时间，很好的接触了以后，相互的了解了以后，对吧？才能说去那个的事情，所以说，耳妹她后面自己跑出来。找到阿伟啊，到了这个公司里面，所以我当时我心里面还，我觉得可能有戏吧，对吧？因为说老实话啊，当时这个阿伟的妈妈呢，也还比较喜欢这个耳妹啊，应该说两个好像还比较投缘嘛啊，但我呢，是觉得耳妹身上啊，我当时通过前面的啊，我说。他身上有一些东西啊，我觉得还是一个，怎么说呢？可以培养的一个，所以说他来了以后，我还专门找一些书，我说让他看一看，学习一下啊。当然，确实由于时间很短啊，我还没有来得及，手把手的去说老实话，因为当时我曾经夸下海口，我说我能够把他培养的比较优秀啊，不敢说赶上堂堂啊什么之类，但是我相信我能够把他培养的比较优秀。早订婚呢，我们家朋友们，所以说，但有的朋友也说，就说如果说当时。阿伟提出来了，我就同意了，可能就没有这么事儿了。我觉得这个不能简单这样去假设啊，不能简单去假设。因为说老实话，如果说他们，因为说老实话，我到现在我都不相信这是一个真的事儿。所以当时那天那个，怎么说呢？看到他们的这个，我都不太相信啊。当时虽然说，我当时也有点着急，但是后来仔细想，可能有的不一定是真的，啊，不一定是真的，啊。但是现在来看，怎么说呢？包括到现在，我说老实话啊，我都觉得，
不那么真实啊，不那么真实啊，说老实话啊，家人朋友们，所以说我但是呢，我今天为什么要开播跟家人朋友们交流啊，我想因为我说老实话啊，这个跟我私聊的一些家人朋友们有的也在骂耳妹啊，说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但是呢我心里在想啊，是不是啊，耳妹是不是真的是这样一个我说老实话，我到现在还有一点那么不相信。刚才我也看了这个直播了啊，我也看了直播，我说老实话，我都仍然还有那么一点点，怎么说呢，不那么愿意相信这个事儿是真的啊，真的，不是说我一定非要怎么样啊，我说了两个小孩子啊，阿伟跟耳妹是不是真的合适，这个当时我说了，要看他们相处的情况怎么样，对不对，所以说我也不是说非要耳妹希望他们能够在一起也好，或者希望他们分开，我说既然你阿伟喜欢，对不对，作为父亲来讲，我不可能说啊，不可能说去棒打鸳鸯啊，但是呢我们说了，结婚它是一个确实是个大的事情，就跟当初家人朋友们很多在说，所以说我一直坚持啊，我一直坚持啊，先处一处，所以说现在来讲呢，怎么说呢，就这个事儿而言啊，我觉得既是好事儿也是坏事儿啊，既是好事儿，坏事什么呢，阿伟呢他又怎么说呢，阿伟又哭得很那么厉害啊，当然这个哭呢我觉得我也不是说怎么就瞧不起这个哭啊，我倒觉得人家有句话叫做男儿就是什么男子汉大丈夫啊，什么流血不流泪啊，男儿有泪不轻弹啊，实际上呢到了伤心的时候流流泪也是一个好事情啊，也是一个好事情。男儿有泪不轻弹，只因为到啊伤心说啊，那么真的伤心了，去流流泪啊，也可以的啊，流流泪是吧？也算是给自己的画上一个句号是吧？画上一个句号，也没什么大不了，让他去伤心一段时间。所以我们有很多我的姐姐大哥啊来说，让我去安慰一下，安慰一下。我说有什么安慰的，让他去哭，对不对，让他去哭，哭完了就好了，哭完他就成长了，要不然他永远是怎么说呢，你经历不了一些事情啊，你就不知道这个我们这个每个人实际上是很复杂的啊，很复杂的，我们要看清一个人不容易啊，所以说当然就是有的朋友怎么说呢，说阿伟这个是不是那么苦命啊，我倒是，当然我说老说啊，我现在呢可能有那么一点点啊，有那么一点点自责啊，有那么一点点自责，就是说可能是不是我前面啊有的时候这个干预的可能多了一些啊，或者是过问的多了一些啊，谢谢家人朋友们啊，谢谢家人朋友们啊，那么不管怎么样吧，事情已经发展到今天这样一个状态了，那我的想法就是我刚说了，也不见得就全是坏事，对不对，我从来我都很佩服我们说的一句话叫做凡事一分为二啊，一分为二，所以这是我们老革命啊，老人家，对不对，我们的那个他们都是实事求是，一分为二，一分为二是什么，就是有好事有坏事，就这个事情它有好的一面有坏的一面啊，好坏的一面刚刚说了啊，阿伟呢他又要伤心一段时间了吧，我想但是我想经历过前面的这种以后，他可能
就我说的好事就是，那么他又会成熟一点啊，会成熟一点。就是我们看人的时候，不要简简单单的啊，不要简简单单的。说我看人独到，我到现在为止，我都有一点还是有点蒙圈，就是我对耳妹来讲，我没有想到他会是这样。因为以我看人的眼光来讲，我本来希望啊，我原来一直以为他就出来啊工作，然后我希望能够把他培养说，然后他们两个想相处的，如果说还是能够这样下去的话啊，我也是愿意祝福他们的，对不对？但是说老实话，我到现在突然啊，这么短的时间之内给我这么一个，我到现在有点怀疑我的眼光了，啊，怀疑我的眼光了，我看人这么不准吗？对吧？看着这么不准吗？我真的，没想到啊，没想到。性情中人啊，我哭呢，怎么说呢？我有的时候看电影啊，确实是这样啊，就是看电影，有的时候看比较啊比较激动的时候，看那个时候我也要哭，有的时候看有些动人的视频啊，我是真的忍不住眼泪就要啊，忍不住眼泪就要。我觉得也不是什么坏事啊，不是说就不像一个男子汉什么之类的啊，有的时候该掉泪就掉泪啊，没有什么不好的。谢谢婷婷白花，谢谢啊，谢谢英子啊，谢谢英子。所以说，因此这个我想啊，那么我们这个事情，如果说他就这样啊，确实就这样一个事，那么我还是希望我们家人朋友们呢，我们就为这个事情画上一个句号啊。我觉得啊，哪怕对阿伟又是一次打击，但是呢，应该说，对他来讲也是一次成长啊，也是一次成长。所以我们家人朋友们，你们可以去安慰这个阿伟，但是呢，我不希望就是我们家人朋友们都去骂耳妹啊，骂什么什么，怎么样呢？我觉得就是说，你毕竟嘛，毕竟是这个我们身边所经历的一些人和事儿啊，所经历的一些人和事儿，不管怎么样，哪怕我到现在为止，我也没觉得耳妹好像就是那么就是我们有些家人朋友们说的，好像就是完全是反正有些话我也说不出口啊，我也说不出口。但是呢，我希望我们家人朋友们呢，不要去责怪，我们一切向前看。对吧？过去的我们就过去了，啊，一切向前看。对对对对，我同学，就我们失望可以啊，但是我们就是怎么说呢？我们大家都宽容一些，对吧？我们因为我现在有，我说老实话啊，因为我的粉丝群里面，有的家人朋友都在对骂啊，对骂，我觉得不要对骂。你不管是喜欢耳妹也好，还是不喜欢耳妹也好啊，或者说我们是我觉得这个阿伟太可怜了，我就说通过去骂耳妹去安慰一下，是没必要啊，没必要啊，你骂他可能阿伟心里面更痛啊，更痛。所以说我们就不要去这个责怪啊什么之类的啊，过去的就是我们是一个书啊，一页书翻过去了。对，不经历风雨啊，我们看不到啊最美丽的彩虹啊。谢谢家人朋友们的理解。所以说我们我这地方呢也请我们家人朋友们呢，就是说因为我你说我心痛不心痛，我也心痛啊，但是呢我看我们有的家人朋友真的比我还要心痛啊，我这样就更心痛了啊，更心痛了。我倒不心痛阿伟啊，我因为我们有些大姐啊，那些比我年长个十来岁的七八岁的真的就是很为阿伟这个就看见
看见阿伟那个伤心的样子，他们可能比阿伟还伤心。所以说这里面呢，我也希望啊，今天呢，我也希望我们这些大姐啊、大哥啊这些啊，你们呢，也就不要啊，也要就是说，不要那么心痛啊，就是说往前看，往前看，你就这样想，我们还有前面还有更好的姑娘，对不对？等着阿伟。是吧？不是失去了一棵树就我们就失去了一片森林，不是的，对吧？所以说，你们也不要去伤心啊，家人朋友们，我们的大哥大姐们不要去伤心啊，往前看啊，我相信啊，我相信会有更好的啊，会有更好的啊，啊。哎呀，放下，对对对，过去的有些东西我们是无法去挽回的啊，所以说，谢谢家人们朋友们啊，所以说一切啊放下，我们大家都放下啊，不要去争执，不要去吵架啊，不要去相互的这种责怪啊，包括有的家人朋友们啊也怪我是吧？说你当初不同意啊，早一点定下来。我理解啊，我非常理解，我因为我们家人朋友们希望能够看到阿伟能够找到一个，有这样一个尽早的吧，是吧？看到他的这样一个牵手，对不对？但是我说了，怎么说呢？已经发生的事情，就事情已经这样了，你去埋怨也好，或者怎么样，埋怨我可以承受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其他人啊，我们就不要去埋怨了。哎，对，不管适合不适合啊，不管适合不适合，现在从目前来看，那么我觉得那都是过去的了，啊，过去的了。对，我想他如果是后面休息一段时间啊，他能够缓过劲来。